尊位不端，竟令不给初级之中，自有不明归心，替闻人计策损断，我速入最终一探。天神最终发现出不妖水行动，速夺回化消秀业。无上神清微妙法，一千万劫难遭，故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今日七七上经，总算超度万灵，功德圆满，再来便是将此笔挥发，了断尘缘。吾乃必至此人。乃母之子郎。夫有学者矣，因我父亲相同先师矣，已经在不离不弃中，必莫必入侵意识了。你两力功体尽毁，不宜至此。忽有一言难尽，以此避免危险，必须赶紧就地恢复。我为公替我自己名扬，只怕心身难为。我斩得一物，有夺天之灵，有两欲心物，已经不敌万千的思维。哦，玉龙如今觉得如何？除不治疗里面太过心机，我是公体，万若照了天气造化，为此不得已，我们动用此笔，建立万福如初，一切变好。这点现已之物，若能善加利用，必有惊天动地之威。是。是吗？我分清，原来你是面目真可怕。丁宽，你出言何意？你的野心，是何不顺你任何魔头，把传你之地面功，以魔甲，并不该再留。好。虽然有这一步，是预言跳破一另有机心，此地用前方误入陷阱。玉龙先生，方才您可有看见什么？有，此地好似是空缺口，我目睹了先生偶然的笔，已不幸入某一经过。你呢？我也同样。原来好友后来在与我见面时，意识竟已被某笔危害，但言行举止却是毫无异状。这也是某笔一旦靠近，便防不胜防之因。除此之外，玉龙还要看见什么？无，你呢？也无。此地鬼怪不宜久留，咱先回洛文寺吧。